了，那个灯已经熄灭了，我们不能够在人群的当中为主来发光。那到那一个时候，主耶稣来迎接所有聪明的基督徒的时候，你会被漏到在外面哀哭切齿。最可怜的是，当他们在敲门的时候，主耶稣啊，你开门啊，你开门，我都已经等到最后一个分钟啊，我不是一直在沉睡啊。主耶稣说，对不起。他在说什么呢？我不认识你。当有一天的时候，你自己的儿子或者是女儿跟爸爸说，我是你的孩子了，你爸爸说我不认识你，你会怎样？不单单你会哭，你还会生气。这个五个童女，他们有等啊，他们有预备啊，但是他们没有警醒。警醒是什么意思呢？警醒是你在每时每刻的时候，你都会在觉得，哦，那个要到的会到。比如说，哦，我们去机场等飞机，有时候迟到，我们是不是就在去机场大睡一场？没有，我们在警醒，我们在看我的时表是不是已经停了，我要看机场里面的时表，那个钟是不是对的？我们不要睡到连飞机来了又飞走了，我们还在沉睡。这一篇的圣经里面跟我们说，我们要警醒。我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哈，我们在家里面这个疥疮啊很多，我们为什么有这一些呢？就是我们怕贼跑进来，而且我们不会睡得很熟啊。当贼要来，突然要开那些窗门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听到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主耶稣要教导我们，我们要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。晚上你可以睡，白天你还可以做工，但是无论在睡着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要有预备好的心。无论主耶稣今天晚上来，我们的灯有油，随时灯就可以燃烧。假如主耶稣再过20年以后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也已经警醒了，免得主耶稣来的时候看到50-60岁信主50-60年的基督徒还在沉睡，还在糊里糊涂，在最终来过生活，没有过着一个分别为圣圣洁的生活，在世上，在职场，在教会，在家庭，在朋友的当中，还是好像过着黑暗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主要来的日子是近了的，我们不要给他发现我们是已经不能够发光的一个灯。圣经里面又说，神他们叩门的时候，耶稣不开门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。你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会怎么样呢？为什么主耶稣你说我信了已经20-30年了，我不是好像刚信主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一样，你应该是认识我的，你也能够认出我祷告的声音。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。为什么耶稣不认识我们呢？圣经里面说，凡是不遵循他的话语的人，主耶稣说他是不认识你的。假如你认识主的话的，他说他会认识你。你说我有去聚会啊，99次啊，开始的时候每个星期日去啊，后来呢小组我有去啊，但是后来也没有去。假如是这样子呢，那我们就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都不会怎样来装备我们自己，以至于神看我们
是一个陌生的人，他不认识我们的人，这一件事是非常的重要。你虽然以前热心爱主，做见证，带了很多人来信主，甚至十一奉献你都很热心在奉献，还有呢服侍教会，但是假如我们不懂得遵行神的旨意，神看我们，他说我不认识你们，这个是不是很残忍呢？弟兄姐妹，并不是。当审判的那一天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我们必须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。不是说我现在我信主，我受洗，我已经有了一张的票，这个能够到天堂去，我已经安稳了。从那一天受洗以后，我不必来教会，我不必读神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你就会成为一个不认神不认识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教导，神将他的心意告诉我们，神也提早跟我们说他要来的日子是怎样的，国攻打国，民攻打民，有地震，有火灾，有火秀，这一些的海啸，这一些的东西，神已经告诉我们。神会问你，你就是因为没有读我的话语，你不懂得准备你自己，使得当我忽然来到的时候，门就已经关了。当恩典的门关了以后，你怎样打门，你怎样去求，你已经失掉了那一个机会。所以今天这个短短的信息，就是我要鼓励大家，不要以为你已经有了那个ticket，一个张那一张票，可以在天堂已经订了一间的房间。审判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？你们现在你们自己想一想，我到底知道神的旨意吗？我对神是热心呢，还是冷淡，还是不冷不热？我对参加聚会有没有那种渴慕的心呢？对于教会的事工，我是不是尽了我那一部分来服侍教会，来服侍神呢？这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来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单单要预备我们的灯，就是我们的生命，预备了有圣灵在住在我们里面，最主要的，到那一天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参加这个婚姻羔羊婚姻的筵席。假如你全部预备好了，但是在那一天的时候，你不能进入参加羔羊的筵席，那你就 miss 掉了你一生所期待的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。神在我们的身上，他有要求，要求什么呢？他就是已经给你过圣洁生活的能力，他已经把油预备了给我们，我们就是利用神给我们的来去过一个做光做盐的生命，免得在那一天的时候，神会说我们是不明不遵行主义的人，是神所不认识的人，也是不能够进入参加筵席的人。我们在雪梨很少，我去了24年，除了我两个孩子结婚以外，我只能够参加2次的婚宴，因为婚宴是很贵的，所以呢，有人请你的时候，你就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不能够请到很多。今天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在天上他办了羔羊的筵席，他要请我们每一个人。弟兄姐妹，你信主多久？
你刚信主都没有关系，只要看你这个人，你的生命是不是在彰显神的荣耀，是不是过着一个成圣的生命，使神的名得到荣耀。你不是只是出信的时候有那种当初的爱心，以后渐渐的冷淡了。主耶稣说要我们警醒，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不知道，那个时辰我们都不知道，主耶稣本身也不能够知道，只有天父他知道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那个日子已经快来到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警醒哦！星期天的时候不要睡到聚会时间完了你们才醒哦，在中间的时候，小组的聚会呢，就是我们天游的时候。好，星期天、星期二、星期天到星期五，我们要天游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说我不要去小组，那个是天游站哦，可以了。星期天我来了，那个游吗？或许还会等到下个礼拜天，那你们就错了，你们会很容易就落到沉睡的地步，你们就很快的，也很危险的，很快的会 miss 掉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。所以我在这里我鼓励你们，主耶稣快要来了，你要预备你的油，你要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你要你的生命要有美好的见证，你自己每一个时刻，就是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你也预备好，你跟神说，就是今天晚上你来的时候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已经穿上了洁白的衣服，就是代表圣洁的衣服，我要去参加羔羊婚姻的筵席。你不要想说你穿的你浑身都是罪，你会进去那个演戏吗？很对不起，是一个梦，是不必的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，抓住每一个机会来研究神的话，每个聚会每个 cell group 都很踊跃的去，不要去那边打哈欠，很注意来听领受神的话，领受了以后呢，还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要不然他会直接跟你说对不起，我不认识你，你有 ID 吗？啊，我们住在那边了，就是要有一个卡才可以进去，但是那个时日我们不知道，弟兄姐妹，随时都要预备好，不要说今天晚上我去赌场，或许主耶稣来的时候不会发现我在那边，那你就错了。时间不是在你的控制里面，时间也不是你想象，你计划要在哪里来，那要来的忽然间就来了。所以警醒，警醒预备好我们的生命，警醒预备好来加入这个婚姻的筵席，你们同意吗？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亲爱朋友们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机会，你要开你的心门，接受主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。当那一天他显现的时候，他来迎接所有的信徒的时候，你也被包括在内，好不好？你也来接受我们这位的主耶稣，他很快会回来了，我知道很快，什么时候对不起，我不懂得告诉你，在我跟你谈的时候，我也要预备我自己，我也在警醒等候他的再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祷告。菲利牧师，你要做个呼召是吗？我要很快的呼召两种的人，第一，还没有信主的，在座有没有？请你举手。还没有信主的 ，OK， 一个、两个、三个 ，OK。第二呼召，
信主在座信主的弟兄姐妹、亲戚朋友、阿公阿妈、安弟啊、阿伯姨伯，还没有信主的，请你举手。往左 ，OK。所以我要拿两分钟。为什么要呼召？